在9:30，晚上都没有人，大晚上的就我一个人来学校练琴，有点可怕，有点吓人呢。但是还好，学校的灯都开着。给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音乐楼。studio， 我的大提琴还在那个他的房间吗？我的 professor 说，我说明天让他跟 office 人说一下，然后来取那个我的大提琴。问一下，然后今天的话是我打算跟我朋友他们去新义玩，里边有过山车啊这些游乐设施，然后还有。一些小吃，就是加拿大当地就本地的这种小吃，然后还有这个音乐节灯光秀，对，灯光秀。我听说这个 CNE， 就听我朋友他们说，好像很早之前多伦多这边就有了，然后我一直都没有去，今天打算去看一看。出来买个麦当劳吃。现在已经中午了，我还没吃饭，打算去一会儿如果学校的时候去那个 Starbucks 买个吃的。
professor 的这个 studio 里边，然后他今天正好不在，我来拿一下我的大提琴。因为我的琴其实平时就一直放在他的 studio 里边，然后因为现在开学了嘛，然后我的 professor 他要回来授课，就是线下授课，所以我放在他这里的东西我就都给拿走，然后今天专门带了一个大袋子，然后把我东西装一装。我买的这个大书包派上用场，然后它可以，它真的可以装好多好多东西。OK，Let's go， 我们去练习室。我得找一个有谱架的地方。这没谱架。这里有，这里有。我在练 orchestra 的曲子，然后我们是9月12号面，就是 audition。然后现在我这几首我都没练。现在疯狂疯狂练习。